其实还可以，只是好的坏的差很大。对呀，你们这边有好的吗？有，有，有。刘雨晨，刘奥的刘奥，奥哥，奥哥，哇，刘雨晨你还可以啊，上火。怎么还没想到我的名字啊？林是什么时候到的？看到我吗？在这边被挡到了。巨人，你演员还可以，就是好坏差很多都是这样。好，来，来，英文小教室。好的。 今天可可到家，in the dog house，在狗屋里面。哦，应该是狗屋里面。跟老婆吵架了，不见天日。狗屋吵架了，为什么要去狗屋？井底之蛙的意思，对不对？哎，我也觉得，哎，这个范围里面，跟老婆吵架就被关到狗屋去了。我觉得是被打入冷宫的感觉，因为是吗？可能就是in the dog house 你们在后座没有这个俚语，没有，我们很不好。我跟大家，你们在后座没有这个俚语，没有。你们在后座没有这个俚语，没有。我们很不好。我跟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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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后座没有这个俚语，没有。我
If I forget.对吧 ？Forget， 口音怪怪的。If I forget too much in 一耳传人 A B C， 陈哥 will put me in the dog house。好帅呢，他好外国腔。OK OK， 如果我在一耳传人 A B C 忘记太多的话，陈哥会将我把我打的不人。将我把我，将我把我，还有把你啊。把你早就把你了，留到今天。我会把你，我把你打到刑天宫啊！冷宫快点够，叫神明把我收走，这样收走，收走，一定要把你收走。度化，度化，火化比较快，度化太慢了，火化比较快。我来的时候要好，好来，陈陈天宫。哇，叫灵验珠钗啊！对啊。我上次有猜对一题，七三八二。你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吗？七三八很久以前，对不对？不是啦，真的真的，对，七三八二有吗？我来走，我来戴耳机。哎，我不用戴吗？第一题要戴。好，第一个。这个。简单简单。来看看，来看看，简单的简单的哦。几个字？那么简单。哦，这么简单。什么？什么东西？眼线啊，对，女生会画的眼线。女孩子那还是那个，对，不能讲。女生还是有两种意思哎，对，谢你也是啊，对啊，谢谢红哥，对，谢你又给我一个现场哦，眼睛，我知道，我知道，你不能讲，不是眼头哦，不是，不是画的那个眼线哦，我们是用那个像有点握握的，握的，没有，我们用两种方式，但是你不能用眼的哦，我不会用眼的，来，我我要绑住，很难，来喽，有三分十五秒，对 ，two words， 两个字。Girls like to make up on her face. 哇，好深哦！女生喜欢化妆在她脸上。Yes, and then rocker usually uses on her face, on his face as well, and also a kind of people do secret things for police. 哇！你要讲演讲啊你！啊 ！Kind of people. Keyword 可以再一遍吗，奶哥？这个节目不是英文演讲。再一次，再过一次机会，奶哥。好，我把你把省略，刚省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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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好，我知道你英文很好，好不好？讲慢一点啊，我们观众好，就需要十个字。好好好，我就两句就好了。一二三，十五秒。Two
words and a makeup for girls, girls makeup on her face. 慢一点。And also a secret, like a kind of people do secret things for police. 他们要 secret things for police. They do secret things for police.女生化妆在脸上，对，从关关键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重点不能讲了，而且是不能讲了，口红啊，来准备，第二串 ABC 数秒 ，Two words， 两个字 ，Girls make up on her face， 女孩女人女生在家脸上画什么 ？On her face， 哦对啊，画什么 ？And do some secrets for police， do some secret for police 。警察在脸上。我听到不是这个。没错。没错，没错。这个不可能是没错。你是跑令还是跑令？来，准备啊！吴成景，各位看看他英文好不好了？哦，来，一二三，第十五秒。加油，死了。Two words， 两个字。Girls， make up for his face。Okay, make up on his face. Okay, do some secret. 一个秘密。Do some secret for the police. Cop. Cop 是 secret. 什么东西？Cop 是 secret. 没错 ，Cop 这个 Cop 是秘密。是拜托还是警察？是拜托。什么叫拜托？是拜托。police 还是 police？看你自己已经发音了，你看你怎么去选择了，好不好？好，你是选择的，来，来准备，你的穿衣松呀。Two words， 两个字。A girls， 一个女的。Makeup face，makeup 化妆。Yeah， 她的脸，哎。九秒，八秒。Police， 要警察吗？还是 police？ I don't know police， 哪个 police 啊？ I don't know。哎呀！警察吗？还是 police？ 哪个 police 啊？不是，不是 police。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一直纠正我，你也没讲人啊。化妆遇到警察，你也没讲，我没讲，不是酒店的，就化妆。不要再提醒他。哎，不要聊天了，讲完就讲完了，好不好？他几乎呢，把曾国成的话呢讲了百分之80。屁什么屁？有啦。你问曾国成？有啦，有吧？七十啊。那整个歌猜得出来吗？他猜不出来。他在眉头深锁。怎么可能？两个字，然后不难，不难的。可是这个不合法吧？哪个他的 police 是？不行，这是我 police。还是不是 police？ 是 police。警察。Yes。哎呦，警察。哇，好明显的提示。来了，我们现在再走哦，还有十五秒。警察化妆。哎，这怎么会搞在一起？两个字，而且不知道是什么，是一个东西吗？对，是 cosplay 嘛？是一个东西。对，三、二、一，两个字。两个字啊。口红、眼影。Secret。秘密。Yeah。哎呦。哦。哦。他刚刚漏了一个 secret 的秘密。Victoria's Secret。还有 cup 啦。化妆的秘密，还有洗澡，还有少了几个字，你一定讲错，少了几个字，也是关键的，对，关键，还有 cup， 没办法消，讲我也没讲话，贝贝，警察跟 cosplay 有关系，哦，没有，哦， cosplay， 哇，厉害哦，越来越聪明啊，他听进去了，女生要看你先背的话，会口红吗？答案是口红，口红很接近。讲两个答案啊，没两个字的答案，随便讲两个。对，香水吗？香，香水，口红，红唇，喷。耶，谢谢大家。我们今天没有人有答案，你假面给我们大家猜一下好不好？好，来计时开始。演讲，对，演讲哦。Two words， 两个字。Make a girl make up fall on her face， and then。The rocker usual joyous. Rocker usual joyous. And a kind of people do secret things for police. 大家听完什么？演员，演员，警察，要说话，你懂吗？哦，你懂不懂？警察，他讲说那警察什么事？在警。
他也是一个当警察的眼线，他也会挡这个眼线，对啊，他的他跟他讲两种意思都说出来，你就讲韩国男生最爱做的一件事情 ，make up 的其中一个动作，韩国男生呢、啊。都爱画眼线的，对啊，谁知道？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来，答案就是眼线。来，换位置。讲太复杂了，我就是要讲单字吧。对，太复杂了，眼线我讲。你来，你去猜。来，你去猜。我去猜吗？好，我去猜。你讲。我讲。你们中间派谁？长串。为什么黄灯会是在这里、啊？黄灯会在这里啦。我是秘密武器耶。我们下一组是。你决定换你压走了吗？你现在换你压走。这组好紧张。你会不会讲？你是 key man。对啊。我放哪里哪里都挂。对对。你跟他到同一题，你下一组。两个秘密武器不要摆在一起。还是有赞助的。我们在中间。OK。真的。我讲给曾文琪听吗？对。哦，我们两个可能是同题。可以了哈，来，拿耳机。戴耳机，港铁，我看问题上了呢。港铁，港铁，来，抽一个。还是有一个自杀性的东西。爆炸性。可以直接不用听到的。你在笑什么？嗯。没有。哇！太难了吧！哇！这个直接用中文弄，这个有点难呢。我这个反而太难了啊！我知道有时间可以想。哎，不是说画画的人吗？是。哦哦哦！对，你这样子讲。哦。看我同队的。对。不要讲话，不要讲话。猫腻儿子。不要讲话。要聊天。他好容易把答案讲出来。来，准备。哎，他们 cosplay 是我讲的。一二三，必须十五秒。两个字。It's an attitude。一种态度。I call you do A, but you always do B。And Chinese. Towards. Yeah, in Chinese, sounds like no ear painters man. In Chinese. No ear painters. 没有过年那年，没有过年。I call you do A, you always do B。哎哎哎哎！时间早，你还在要偷偷。下次要打电话好不好？还是太好了。来，准备，一二三 ，A B 十五秒。Two words， 两个字。It's an attitude。啊，一个行为。Attitude。一个态度。啊，要一个态度。I call you choice A， you always choice B。哦，我叫你选 A， 你一直选 B。I want to go east， you always west。哦，我叫你走西，你讲走。好厉害哦，妈妈！你一晚上，各位注意啊，最棒的重要，真好笑啊！来啊来啊，关键来了 ，Perry， 我来哦，这两个字，通通毁了，一二三，必须十五秒，通通毁了。一 ，two words， 两个字 ，it's a attitude， 一个态度，一个 attitude。I call you go west， you go east。I go， 我去右边，又去左边。I call you go west， I call you go east， I call you。来，来，继续十五秒，继续，来，预备。I go， I call you choice， I call you choice A， but you choice B。哦， I choice A， I choice B。No， no， no。 I call you choice A， I call you choice A， but you know。But you know, you go choice B. 我叫你去 A， 你叫我去 B. Yeah. 好，再来。I call you I choice A. No, I call you choice A, but you choice B. I call you choice A. I did not go to B. 你快要五秒了。Yeah. I call you go to B. 为了我们给他们时间啊，一百五十秒可以。Yeah, yeah, yeah. I call you east. I know. Oh, I know red. Yeah, that. No. 干嘛？注意，注意，很重要。他讲了四遍。哎，不能用。我们来看看他讲给下一棒是什么样的感觉。好期待。好来。啊，是关键问题。来来来，准备。一二三，必须十五秒，十五秒而已哦。好。计时。Two words， 两个字。It's attitude。一种态度，哇，这句好难，I go to choice A，
You don't. You. 我想要选择 A. You call B. 哦，你想要选择 A， 然后你说，我说不要，我要选择 B。这什么？然后呢？还没吧？还有什么啦 ？East. I go to East. 我去西东方。But you not you go to各位，他们很够意思了。有，谢磊哥，谢磊哥，来，30秒计时开始。为什么一个要走东，一个要走？不要聊天，不要。一种态度。态度。哦。一种爱吗？你确定？真的是态度吗？态度好一点。态度。前面讲很。一个要走东，要想一下哦。一个要走西，一个要走东，两个字。会不会？阿公那边煮咸，阿妈那边煮酱，你在烧饭弄破声啦！等一下，等一下，你让你叫我一个走东，一个要走西，啊，这叫破题啊！还是哪里？我知道答案了，这叫破题。我猜的了，我猜的。来，你大声讲，答案是任性。哇！哇！真的好任性，跟我想的一样。既然他们两个答案都一样，来，你们俩换位。你们？不是。好，那你不能猜了，好。OK， 那你讲的都完全照讲的嘛？好，我再给你一个提示，这个是错的。哦。再给你一个提示。哦。错的。No ear。No ear。没有年过。没有年。没有过年。没年。传染 A B C。没有岁。好，王老五。No ear。你有 No ear 不过年哪个 ？No ear 不过年哦。怎么不过年？不是吧？红哥怎么这么听话？对。哦，两只老虎，耳边风啊，没有耳朵，没有耳朵，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你确定是两个字吗？确定是两个字 ？No ear， 没有耳朵，没有耳朵，哎呦，没有耳朵。耳边风也不是啊。哦 ，No eyes。你念快一点。我跟你讲，我讲这个人他还不知道是谁。知道了。哪个问题是那么多了啦？那个，哎呀，那个叫什么？那个干什么？你们聊天，不要讲话。那个是谁呀？哎呀呀呀！我跟你讲，是谁呀？我跟你讲，He's a painter。你还骗子，我骂你啊 ，Painter。Painter 就是骗子兄弟啊 ，Painter。骗子，这太明显了。画家，哦，反骨。我讲这还会是反骨，但是讲另外一个。可是你刚刚说 No ears 就是 Painter， 对啊 ，Painter。然后 No ears 不是就是反骨吗？再提示一下。反骨另外一个。让他猜不出来。那个有名的啦。以前你都叫毕卡奶，毕卡。不好的，你就是我们这一队的二号，真的是二号，送分送成这样子，好，有长 ABC 15秒，男女朋友之间 ，two words， 两个字 two words， it's an attitude， 刚才有讲过 ，attitude， I show you so rich，
I so you so rich. I you are so rich. 我 rich. Yeah, I'm very, feel bad. Feel bad. Oh, I always feel bad. Always feel you bad. You have a girlfriend, very beautiful. I feel bad. Bad 啊，还是 bad？ 对啊，经常都说他什么 ？Feel bad。请经常报道的 Red Table， 他的表现太失常。牙齿在嘴上，甜甜开心。太诚实有错吗？勉强。这位大哥惊吓过度，凭你听我这样说，说不中的 World Table 马上登场，天才冲冲送好礼喽！要上脸书官方粉丝团参加活动，就有机会获得造型随身碟哦！赶紧上天才冲冲脸书粉丝团，天才冲冲冲。在冲成这样子啊，反骨，嫉妒 ，jealous， 嫉妒，三，来了，我们不提示了，让我想一想啊，不提示了，不提示了，不能太难哦，可以吗 ？OK， 来，准备哦，这个不能太难，有长 ABC 十五秒，男女朋友之间 ，two words， 两个字 ，two words， it's an attitude， attitude， 刚才有讲过 ，it's attitude， 哦 ，attitude， I saw you so rich， I saw you so rich， I。You are so rich. Oh, oh, rich. Yeah, I'm very, feel bad. Feel bad. Oh, I always feel bad. Always feel you have, bad. You have girlfriend, very beautiful. I feel bad. Girlfriend, very beautiful. I feel bad. Feel bad. Oh, I always feel bad. 太多了，我让他先绿起一下。I you绿起 ，I feel bad。You are girlfriend very beautiful. I always feel bad。啊，完了，还有一个 towards attitude。好 ，OK， 好，那我厉害哦 ，OK 的啦 ，OK 的，来了，准备好。我要快哦，十五秒之内讲的哦。I know， 来哦，有三，比十五秒。Yes。三。预备。Towards attitude， 这个态度。You are rich， 我很有钱。I always feel bad， feel bad。You are girlfriend beautiful， 啊，我是个女朋友。You are girlfriend beautiful， 我是你女朋友，很漂亮。I am feel bad， always feel bad， always feel bad。You are rich， 知道。You are rich。Feel bad， 笨的哦，还是笨的。Feel bad。感觉很好，来准备哦，各位，一二三 ，B， 十五秒，一个字，two words， 两个字 ，It's an attitude， you are rich， you are rich， but you you always feel back， you feel back， 感觉回去，you are my girlfriend， 我的女朋友，然后感觉回去这个态度，怎么？你是白痴哦。要讨论啦！好，准备。哇，好看。要穿越币十五秒，计时。Two words。两个字。Attitude。态度。Your girlfriend。女朋友。Back。Back。Your back。Your back。讲这么清楚。我女朋友。回。我的 back。呀。我女朋友，我的 back。You are rich， 你没忘了吗？啊，这样子 ，OK。我这样猜得到就厉害了，太差了。来三十秒。最有钱的人，买 girlfriend， 有钱的合理朋友，然后回去。这个算是态度，按摩嘛。这是一个态度。如果我很有钱，我的女朋友有钱的人，女朋友背着我做什么吗？哦，这不知道了。想出来了。嗯，如果我很有偷吃、偷情，差不多了。偷窥，偷窥应该不是个 attitude 吧？翻墙，这个是别人有的。翻墙。三。什么？一。attitude。没有方向，就乱传。Back。从那边乱。Feel bad。Feel bad。Bad. Feel bad， 太多了。如果我有钱，我女朋友 feel bad。Yeah， 挥霍。哦哦，哇塞，你看挥霍不容易。真的。
本身应该要很挥霍的，对，他没有，就是我太有钱，我太挥霍了，想要自己挥霍，对不对？很接近，答案是挥霍，浪费，浪费，挥霍，挥霍，喷，喷我。哎，这题算很简单的，没有很可惜。从这边就偏了，怎么猜得到嘛？土豪。答案是 jealous， 嫉妒。好了，答完了得到一分，来攻守交换。耶！刚才我们得到了一个被半保送的一分，对，哇，谢谢，超保送，奶哥超级大放送。我们的题目嫉妒是不好说的，不好说。我到里面有几个，还好嘞。那嫉妒像那样讲，其实差不多意思。嗯，我们都尽力了，好不好？嗯，希望你们带给我们这个单元更多更精彩的笑料。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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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在开什么？抢分抢分！太牛逼！好，嗯，这个他说小动作，哦，跟我们同队，是啊，什么呢？眯一下，眯一下。汤下面，汤米破，汤的破，汤的破，结账吗？汤收银台，哎呦，哇！细究极，我觉得这也不好讲，不好，这跟我们刚才叛逆一样不好讲，对，嫉妒，嫉妒一样，同意，同意是的，同意什么？好，英语 OK 的，不好，哇，这怎么讲啊？一二三 ，A B C， ready go， OK， forward， 四个字， is one of 36 planes， 36计之一，走一下课， I know， you're going to cheat me。我要骗你。I know, but I pretend I don't know. 你知道，但是你假装你不知道。Yeah, what is it? 36计之一。I follow your cheat. 好强哦！嗯，讲得好，讲得好，完全讲得很好，我讲的，讲的很好，讲的很好，36计之一啊。太好了，还好第二棒不是我。谁不知道这叫走位上课？大家都晓得。不要误导，很厉害。要往那边一讲，大家就晓得。对啊 ，Yes, A B C, ready? Forward， 这个是 ，It's one of 36 plans。哦，36计之一。I cheat， I follow your cue， but I cheat you。我跟着你，但是我骗你。I cheat you。嘿，嘿。Four words， 四个字。阿内博啊，博啊，嘿，博啊。博啊，博啊，博啊，博啊。阿内，我可以倒船，我可以倒船，可以倒船，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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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干嘛？干嘛？干嘛？答案嘞？他们办起了庆功宴。你觉得要赢了是不是 ？Yes, A B C, ready. Forward， 四个字。One of 36 plans. One of 36 plans. 36. Chinese story 36 plans.64 36 36 快点快点快点 I follow you but I follow your plan but I cheat you 谢谢奶哥最后那一秒他冲出来一些不清楚的字那他还想知道他花了很多时间在了解64我被他那个36吓到了太多哇，这36计里面什么东西啊？来，一二三 ，A B C， ready， 不能再讲话了，不要讲中文。我真的没不能讲中文。他跟我讲中文，你要编，我不管。别别别，你们讲，你们讲，你们讲，我先带，你们讲，你们讲。来，我们赶时间，来人 ，Go。几个字 ？Forward。四个字。It's a plan， plan。对，一个计划。Yeah， 36 the。36。36。36。Yeah， yeah， yeah。The inside have one。哦，其中之一，36计。I hate you, I beat you。我恨你。你干嘛？错，真的，他害你。我好怕你讲64哦，幸好你讲36。冷静。你那边帮忙在说什么？你在那边帮忙什么东西啊？你，我不能做一下节目效果吗？太难太难。我觉得这个太难。他恨你，你恨他。I hate you. I hate you.
三十六计里面不是三计，对啊，因为三十六计走来一计，叫什么？所以只要你不要干扰，因为你干扰就反正给他新的方向，你不要干扰。对啊，干扰就反正就弄你了，不是帮他理清了。哎，你知道给我们一点方向吧。好，我给你非常重要的提示。I lie to you。I 什么？我 I lie to you。骗了你。哦，我知道。你知道？知道。你知道了。奶哥的线索不需要太多，如果这个比如一句话，有五个线索，他就要知道两到三个就他就会猜得出来了。有部电影有演那名字吗？哎呦，真的效果做太多了，真的吗？有哎，真的有哎，这效果也做太久了吧？这很容易简单啊，我们不能讲那是布莱德比特演的，我们不能讲。但你讲，杜叔应该有看过吧？恐怕不知道，恐怕不知道哎。现场五秒倒数，好，四，回去，三，二，一，答案是偷天换日啊，对，这部片非常好看，因为我刚真的好看，我刚刚在里面瞒天过，但是他们会啊那么大声，就一定不是这个，最后五秒，三十六计里面有什么？四，三。答案是，拿那个嘛，对不对？那个叫做有那个骗的嘛，有那个，原谅骗嘛，还讲，你要讲得很清楚，不是讲了瞒天过海了啊？来，你再讲一遍，这两部电影计时开始啊。Forward, it's a one of 36 points. Yeah, you're going to cheat me. I know, but I pretend I don't know. Oh, 我假装我不知道。And follow your trick. 然后我就跟着你的那个陷阱走。所以叫做以敌啊，不是什么欺敌？不，将计就计。将计就计。这还不晓得三十六计，还没办法猜哎。换位置啊，换位置。三十六计，换第三十七计了。红哥老师上啊，好，我们先上。红哥，后面的。红哥上，男的帮你。我来猜啊，上去乱，让我赎罪。林俊一讲，让我赎罪一下。要比猜哈。好。抢分，抢分。小猪，戴耳机。抢分，来。我现在给很难听到这样啊，因为我在想答案是什么，我发现不能想，答案想来第一，看一下咪一下啊，咪一下，画家 ，Rainbow 什么球啊？鸡蛋什么球？是鸡蛋没 ？Rainbow 就是鸡蛋，哎呦，哎呦，这个好像对，这不难，简单了，鸡蛋，这么快。很简单，一二三 ，A B C ready。Two words， It's a sport。哦，运动。I use gun。啊，用枪。I shoot you。你打我。You become colorful。哦，鸡蛋。鸡蛋吗？这个叫鸡蛋吗 ？You become colorful。And get hurt。And hurt。就鸡蛋吗 ？Get hurt。好玩吧？好强哦！怎么会那么快？来了，杨晨曦就靠你了啊！靠我！一二三 ，A B C ready。Cool。两个字。It's a sport。一个运动。Yeah， you take gun shoot me。You take gun， 我拿枪射你。Shoot me， yeah， I all the body is colorful。你全是啊，全是他的错。没关系，他电到了。有人踩到你吗？我好怕是耳机漏电了，我也是耳机漏电了。你很高兴。Don't talk too much, please. 我 talk too much. Yeah, I forgot. Forgot， 哎，你还在 forgot？ 哎，走那么快。一二三 ，A B C ready。Two words。两个字。Sport。Sport。Yeah, sport。What sport？ 上面是 sport， 你要管那个，都不要管它。Sport， 哦，运动。You take gun。Take gun， 你拿枪。Show me。拿枪打你。My body colorful。Colorful， 你的身体危险是不是？
Colorful，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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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or
Ball。一二三 ，A B C， 最后一棒 ，Ready。Two words。两个字。It's support。Support。Support。Support。运动支持。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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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port。运动运动。Yeah yeah that's right right right。You take a gun show me。我拿枪射你。Gun show me。枪。My body。Colorful。身体。哦哦，那个叫什么？30秒计时，很清楚，很显然他们又被电到。什么是 colorful？ 可是那叫什么？我都突然想不起来。就是他是拿枪射他，身上很多颜色嘛。什么？怎么？我不知道。这很清楚，很清楚的啊！我踩到了。我踩到了。踩到了。我踩到了。我突然茅塞大开啊！那叫什么？茅塞顿开。茅塞大开。鸡蛋，我玩过，打到很痛。Hurt, very hurt, get hurt。对，鸡蛋没错吧？嗯？对，鸡蛋。啊！没有，你知道那个名词有一点。不确定。对，应该是鸡蛋吧？答案大声告诉全球华人。鸡蛋。Pass。太强了，这么简单的作业啊！但我真的蛮难。Colorful， 看到没有？太危险了，你再讲一遍 ，Colorful 是什么意思？我还不知道 Colorful 是什么。我很多颜色的。哦，那颜色很多彩的。小心是什么 ？Careful，Careful， 你别跟我比 Careful 呀 ！Careful， 你幸好有打，幸好你一直翻，我知道。我再教你，你是我的天使 ，You are my danger。很久了，很久了。来，换位置，来来来，唱歌不错，唱歌不错。哦，谁没有上刚才？有，我唱过。那个陈奎安，哦，钱云安，哎，好，陈奎安，我抢。艾尔斌，艾尔斌，抢中间，中间要抢的。真的吗？红哥，红哥是？对啊，红哥是。红哥啦，红哥啦，那么喜欢上去。你还是你刚刚不是一开始就抢着要玩？对啊，他刚刚一开始很少。不是，我问你，我会太少了。让下一个上下，让下一个上下。对啊，你们那个簇拥着我，我是很不好意思不上来。这样子，好这样，好这样。来，带人坐，坐。既然要上来，怎么办呢？等一下，等一下。我可以两个都看哦。Chinese。Habit， 中国的什么？好熟悉哦，很熟悉，龙头那一种白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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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宫不是有一个肥皂味？宝贝，你是穿什么颜色？你看一下好不好？你很冷静哎，你今天真的好棒哦。故宫怎么讲？故宫不会讲，对啊，故宫真不会讲。故宫就是 old house， 老房子，老房子。故宫。一二三 ，A B C， ready。OK， two word， 两个字。Is a vegetable。哦，蔬菜。Yeah。Is a winter， 冬天。Yeah。You eat the 我吃蔬菜在冬天。You eat a white meat， white meat， 白色的。Yeah， with is the vegetable。再十五秒，继续来十五秒。蔬菜白色的。No, why? Why? In the winter, 冬天 Yeah, eat the meat. 番薯的 meat. 豆荚，豆荚，豆荚。Meat. 豆荚。Pork. 他叫扑克牌。扑克牌。来，你下去，你下去。看这样子啊。看到答案了，我看到答案了，没跟他讲，跟他讲啊，对啊，那没关系啊，他怎么说就怎么讲啊，对啊，对啊，好不好？来，哇，你来了，哇，跟你讲，扑克牌，哇，你，你整个像我们这个节目这个单元玩了几年，第一次讲完之后换人，我那是第一个，那也是一种骄傲啊，对，他讲了再差，我们也没换过，对，对，
你魄力真的，像150码也不会换人的。Poke，Poke，Poke。来扑克牌哈，一二三 ，DC ready。Two words， 两个字。A vegetable。蔬菜。Yes。You eat meat with white meat。我吃什么白肉 ？Poke。白猪肉，我吃猪肉。然后呢？就是我要 eat the vegetable with the poke。然后我会吃蔬菜，然后吃猪肉，然后吃白猪肉，大概有大概吃到。又吼的，生气，好生气哦！后面用冲的，有蔬丝吗？中间？你觉得要不要再几个掌？我觉得这次比较没有感觉。但是怎么前面那么多字啊？别说，别说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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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rust me， Trust me。一二三 ，A B C， ready。四妹姐，我先说声不好意思。Two words， 两个字。It's a vegetable。蔬菜。You eat vegetable。我吃。You eat pork。我吃什么 pork？ Por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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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快点。And you eat white pork。White pork。Yes， that's all。Sorry。Sorry。我应该没有肉的吧 ？White pork， 还在他可以的，他真的很强。一二三 ，A B C ready， 几个字？他都是先说对不起了，然后 two words， 两个字，然后 it's vegetable， 一直蔬菜，对，you eat vegetable， 我吃蔬菜 ，and you eat pork， 也吃猪 ，and white pork， 白猪 ，yeah。Kidding me? No. 还是歪掉了。三秒计时开始。两个字，对。我吃蔬菜又吃猪，还是白猪？对，猪肉，猪肉。黑的猪我不吃。跟猪肉有关系。猪。对。跟猪有关系。You eat vegetable. 他们刚讲说 ，you eat vegetable. You eat pork and white pork and sorry. 跟这个都不行啦，这什么东西啊？两个字，蔬菜，我吃蔬菜，然后我又吃猪，跟信仰有关。对啊，信仰啊，我是在丢高。他，white pork， 料理，它是一种料理，哦，它是一种料理，白肉，对呀，对，白。好了，不能再讲下去，太精彩了。三二一。白肉，给咱一个痛快。但是，这等一下，那个我考虑一下。线索现在有蔬菜嘛？是，吃蔬菜。猜对你，他擦了就赢了。我告诉你，猪这个猪呢，他又吃这个蔬菜，还在吃猪，他吃蔬菜。对，这个猪他吃蔬菜，对。然后这个答案就要出来了，有白的，现场五秒，有白的，有肉，有鱼。三、二、一，白肉又蔬菜，不对，陈哥，陈哥。刚那题真的是我们自立自强的，那个比照你是不是应该要回我？你是不是应该回我回我们一点？嗯啊嗯啊，临阵都换将了，刚才。不是，你猪的报恩，你们跟猫的报恩。对不起，白猪白猫的报恩，猪的报仇。哎，干什么东西？不是，快放饭了，快点。哎呀，这什么题？对，它是一种食物嘛。好了。Hot pot， 好不好？我只能这样讲了。哇，可以了吧？锅，好不好？可以了吧？太多。我想，我相信，没有人比我付出更多的。真心会学习。火锅，但是五秒。火锅里面有猪肉、酸菜、白菜、酸菜、白菜、白菜。你不能一直挑这么多，请确定一个。你一直讲，一直讲了，一直拉，一直拉，然后一直讲，一直解释，解释，对吧？请给一个痛快，你有火锅，给咱一个痛快。火锅里面的蔬菜，白菜，白菜，还是酸菜？哇塞！如果我选酸菜耶！哇，
我怎么会猜对啊？我还想说是蒜泥，我怎么会猜对？我漏讲了 hot pot， 要不然的话早就知道了。酸菜白肉啊，你奶奶对火神。